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干是不是这种很干的？怕糊涂哦。是不是这种真的超干的？干到不行。干输这种球，真会干死。这比那个老妈突然不防还要干，你知道吗？这输这种最干的。还要走回来这边哦，再来再来，只是就是你再来，但这边我就是会有三，就舒服很多。当然，我觉得左边比较开优嘞。这边你就是会有三，啊，好像真的会输哎、欸。刚刚把藤飞掉了，所以他这边干张选好像会输哎、欸，不太对劲哎、欸。有这样的情况哦，对。看，我觉得好像真的会输在运气耶。蛮不舒服的，那现在先走。他是干投了点铁、欸，只是又把他一劈成同一个阵容。如此之精彩，如此之 OT 的比赛，还要再看一把。其实这边的选择有蛮多的啦，就反正你那个樱木花道跟宇宙隼，你是可以反过来。不可能系统连三把吧？哦，小牛使用了密林球场，好像当桥船改运的、哦。有啊、哦，小牛很有想法哦。有啊、哦、有、哦，小牛这招有哦。还是要出现的。密林球场，大家各位记住啊！如果这场运气好，大家都知道处置哪个球场啊。是。又学到一招，又学到一招。哦，换成那个密林球场。这段时间是在偷塞三分潜能。哈？是不是在做调整？是不是要让自己的三分能够进？他变了，他不是先到了。我才刚凑完，吉木没进，现在要偷铁了。那这个你觉得樱木有比较好守吗？哈？我觉得很爆炸。你觉得选疯了？还是樱木很爆炸？其实好像差不多。就没有啊，那就变成是你在那边勾。然后还是看姿势，对啊，那就是你有姿势啊。你说反正你选，看好像真的会输哎。港澳不是吧？我觉得这一场的局势会完全不一样。OK， 会变成是反正三井寿一定会很好。会不会大家灌篮每球都铁啊？那你用多手，盖有点紧张哎。坡哥跳球，有。去三场一直撑着这样的高压篮板，对，我觉得他会扛不住一把，只要一把没了，那可能就没了。决定一开始就出去防那个哇九绝的，然后再回来这个必须的，是啊，压力超大的。老师不相信你，这一把应该是四个板左右了。哇，这很难抢啊，有一木花道，还是那种低板阵。那么多板的啦，一抢二哎，二比零啊。他还不是集训的，真的、欸、那个输也没办法哎、欸。那种可以把你推很远的那种哎、欸，没错。好球！但是因为我这边有一个猜拳搭配，我是可以开始攻框的。这经典配合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是，就反正两边进攻都会。再来也要看一下外面的防守啊，他挡得非常好。好会挡。你的防守范围没有刚刚签到张全员资料那么夸张了。我觉得这 tempo 是真的很排球上。九绝啊！不要掐人家啊！耍烂了。出手术吧！啊！回档。干！还要让你节奏整个来了，这就是他让你喜欢的。你把东西放在篮板，然后你没有 challenge 我那边单兵的防守了。所有的一点死神。哇！军力，那军力大学又有了一点。哎、欸，头是真的铁、欸，可是越这种节奏，如果他是铁安妮的，那你就越猛了、欸。对，干！头铁的是也怕遇到头铁。心态差。看，直球出现，直球就玩不了了啊！到最后还是会要传，不想打了，是可以走了，不想打了，心太差，自己没错，有吗？还是看，乱讲，你一直都是最棒的，笑啥？看那个鱼柱锤，一直吸，一直吸。真假还没有九绝吗？你说这个鱼柱没九绝，然后一直吸哦？被那个三分比。真假？运气这么好，不可能吧？但我觉得就是你要登顶之前，真假？盖靠赛哦！我这个时候我变二点了，然后逼出了一个大招，可是因为他盖的太多了。他大招应该是有点溢出，对，没九绝可以必吸哦。
跟面相没关系吧？如果是如果跟面相有关系的话，那我九九要干嘛？你们懂意思吗？靠，那我九九要干嘛？上来，当时间其实给了一点哦。哎，又吸耶！该一直吸耶！还有能量吗？哎，又吸！怎样？这个画面一点死神啊，不能说很熟悉啊。为什么一直吸啊？是来了 bug 哦。觉醒一可以再去吸哦。二是不可能二的。哈？没办法盖到，是不是？也没有。哇，那这样十分的分差，他只有一绝。讲了最多十把。傻小。没有人可以每一把都这么猛的。但你没有讲，他一柱神可以盖十个锅啊。那是你梦的问题啊。那不是知识。他盖不盖那个没差，因为我希望的是他用，然后让知识再去拼、啊。对，你对答案给我看啊。还是他这是在保护知识，有可能，是有无穷的可能性。那其实 cycle 的十块，傻小、哦。看到地超，干我以后要一绝不九绝。然后三分，这把你是不是看到？三级之后出手又更容易了，比想象中容易很多。对，只是还没有放弃。吃势就是力量 ，VP 就是运气。就冲着他叫这个名。干，没盖到。两分，华美了、欸。没九绝不可能一直吸的，哎，宇宙神的九绝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叫做九绝才可以100%吸球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不能100%吸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有一绝，你们懂意思这个逻辑吗？那我他妈九绝要干嘛？如果他妈的没九绝可以100%吸，那我他妈干嘛九绝？这个局真的对他们来说，这游戏本来就靠赛，你们慢慢玩。挑战还有可能失误的地方。干。到了可以捕头把时间拖干的时间了。我要说、欸、我觉得底子上排球少年是真的硬，真的好硬，九个主攻了啊，老哥。哈？啥？我捞了这个地槽，盖掉，只是一直在水平上啊。九绝100%后面都是改掉了吗？这个二点完全不管不生意的二点，哈，因为他没有身位的问题，他纯猜拳而已，对他来说可能心态会好一点。就是大家如果一直要去跟那个幻影突破，然后或者是那个二段的突破，都很烦啊。对，为啥？他每球都吸耶，打不了单核哦。但是川哥今天也演示了，川单核是可以打的。但你要是龙门川。又一届的水冠，咦，我怎么说又呢？乱讲。没错，这叫基本功哦。VB 说这叫基本功哦，老哥。这叫基本功哦，谁跟你运气？你投不进是你基本功不够。有这阵容选出来之后，我就觉得干。比较真的比较难打，比较难打。对对对，因为我看一下回放。他不是阵容的绝对劣势，是，但是乱。我觉得很爆炸、啊。有画面吗？可是没画面啊。还是一部很爆炸、啊。是反正三级。可是你看不到几绝啊。觉得这一场的局势会完全。那你用勾手出手，你像得高压了，防那个牵手三分哦，然后再。对啊，没画面，你们也没办法确定啊，搞不好是有九局啊。然后我还要再防你两段突破，那个。去看他好友，你们有他好友。哇操，一绝而已哦。需要去提防的，所以其实龙帝。干啥小？花主播新的赖贴图正式。花主播第二组贴图已经开始贩售了，大家还不赶紧去购买16种新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吃吗？详情请搜寻 CECOMBIER。